关于压力，今天你对压力这个方面感觉是更放松的呢，是更紧张？我觉得还是化压力为动力吧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场上的话更加投入的是就是再去想比赛想战术。就从昨天打完比赛，就是昨天到今天，有没有运用到昨天学到的东西？我觉得昨天对手实力可能没有今天那么强，所以昨天是做好自己，但是今天对手可能也给了我们很多困难，然后我们也在场上积极的去调整啊，去改变。我觉得还是做好自己吧，然后把平时的训练然后放松啊所有的做好，然后如果就是还要自己要上场的话，做好最困难的准备，然后争取为团队拿下这一分。谢谢，恭喜你们，谢谢。